一号选手胡家豪是奥登堡的教练，他的不记录名次。二号黄崇浩，请准备，好，准备比赛了。各位选手请注意，你进场要听到摇铃，马上就可以自己起跑。胡家人所用时间，胡家豪所用时间51秒94，胡家豪时间零扣点，刚刚零扣点全部通过。